谢谢小王姐，即使在那个炎热暑假，还是回来帮我们交工作。然后因为有大家的帮忙，才有现在的事。谢谢小王姐。那真的就是地狱。每天都过得虽然很辛苦，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成长很多，就是因为有那样子的，有小王姐那样子帮忙，才会有。现在我们也让我们能教出二四他们教的歌，谢谢小姐。想要我的密码，是的，我把它藏在吉普力里。